下来我们的时空穿梭机将会把我们带到60年代。哇，掌声有请60后孙敬恒。他有六零后吗？六零后，他好年轻啊。60后一上台说方哥好，方哥保养得不错呀。唯一的线索就是60后都爱穿白色。同为60后，怎么看起来？等一下，你是60后？哦，我不是60后。大家好，我叫孙敬鹏，我是一名戏曲演员。哦，你不是60后？不是啊，老生。你回去吧。那为什么要在这个环节出现呢？戏曲演员。因为我从小呢喜欢看《大闹天宫》，《大闹天宫》呢。是60年代出的这个动画片，我知道那是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对，大闹天宫，对，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的父亲是60后，我的父亲天天为我讲孙悟空的故事，我选择60后也是向我的父亲致敬。等等，小伙，杜月一直在给你做手势，你再稍稍勾连一下。另外，你最喜欢的音乐人是60后黄国伦老师啊，对。你通过了，你可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出现。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节目？为什么？因为你最喜欢的音乐人该不会就是是您。哎，你接得好弱。再一次，你最喜欢的音乐人该不会就是60后的你这个您。哎，这有点像找到13多年的父亲。哎，这样，哎，长得还真有点像。哎，你说你的爸爸是60后？对。OK， 好。我猜你大概应该是90后，对吧？我80后。你是80后？80后。我88的。88年。所以我们勾回来，你最喜欢60年代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其实你喜欢孙悟空这个角色，对吧？对。那可以给我们简单在台上用几个形体动作或一小段戏来饰演一下吗？或者表达一下？好啊，好不好？我先简单的展示一下，好不好？戏曲的基本功，比如说，你应该是武生对吧？武生。武生现在主攻的是美猴王。哦。要不然这样，你先来一段猴戏，好吧？猴戏是吧？先来一段猴戏。行。那我简单的做一下猴戏的喜怒哀乐，好吗？好。先从喜开始。好开心。怒。前方有妖怪。哎呦，对，就是这样的。不错不错。哀的时候，师父，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那是他沙师弟说的。乐的。哎，笑，好笑。好，真棒。除了这个表情和动作，其实眼睛是很传神的，对吧？对。所以猴戏当中，其实有叫眼功吗？有。我不太懂那个应该怎么叫。因为呢，就是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眼睛非常重要。为了练这个呢，有的时候是插一炷香，自己盯着它，直盯到流泪。还有呢，就是看小燕子飞，辗转腾挪来练自己的眼神。这样，我看着您。那么我同时看着您，看着您后方，我放远了。哦，他眼神有变化哟。有变化。他的眼睛有戏，对。他眼睛感觉可以变焦。对。嘉宾可以试一下吗？可以啊。技巧是什么？啊？你给他提示，让他找感觉就可以，是吗？行。先黄国伦老师给一个特写。爸爸先来。这个眼神是黄老邪的眼神。好，来，现在你跟我讲，我要现在做什么？对。好，您现在就是，先去看这儿吧。看这。对，这个就是这儿。对，您看到了，看到了。你以为我是瞎子？当然看到了。把这个闪过去，看着远方，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看着它，扬帆在后面，闪过去，在后面，在后面。哎，好，就是这样。再闪过去。哎呀，黄老师，再闪过去。您绝对有演戏的天才。我是。哎，我觉得我会嘞，我会了。来，再来一次。看到你。闪过去，看到他，抓到精髓，抓到精髓，没事。还有我们的搬腿，好，我觉得，哎，小弟兄，这一趴我就闪过去了。哎，60后的互动，60年的要您亲自出马，没有这个不行。我们60年的人的特色
就是线下只剩下眼睛可以玩的这么好，秀的这么棒，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戏曲的比赛？啊，也参加过。啊，有拿过名次吗？拿过，在我们河南梨园春拿过金奖，在过中央十一台我们金玉满堂栏目也是拿过金奖，太厉害了，在我们当地青年大赛也是金奖。哦，全是金奖。但对，你稍等一下，我去给你拿金牌去。但是什么？因为在这个宋公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神话里面的形象，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精神支柱，外国人也特别喜欢，所以呢经常去出国交流演出，为他们表演孙悟空，把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播给到国外去，啊，有的时候呢还有跟国家领导人演出啊这之类的，我们都觉得非常荣幸，国家领导人现在也特别的支持我们。好，接下来咱们得言归正传啊，虽然今天你是这个88年的，但是你是代表父亲，代表60后来参加我们这期节目，咱们要聊聊60年代，60年代的游戏，你爸爸小时候玩什么？有没有教过给你？击鼓传花吧。击鼓传花啊，你们爷俩在家击鼓传花？不是，我们剧团里边。啊，剧团里面。对，我们剧团里很多人。好，从我手中的花开始说起。刚才这是属于60年代的一种游戏，其实我们的选手已经介绍了，其实是已经失传已久的击鼓传花，哇，对不对？对。但今天我们演绎升级一些，然后我们传花，这个花传到谁手中，谁就要接受我们现场一个非常神秘的礼物，惊喜。从你的表情看得出来，不是什么好礼物。真的是礼物，我加入到你们当中，其中必定有诈。我们读懂了你的身体语言，来来来来，他来来跳我的眼，这眼罩怎么都像睁着眼睛。快一点。把揉摸摸的头上，我对天发誓，我对天发誓，真的不用吗？不要接受 VR 飞椅的惩罚。好好好好，接下来请把你的眼罩给我，黄老师。哟，啊，是闭上眼睛。啊，有惊喜。接下来就是给黄国伦送惊喜的时刻，三、二、一，有请。谁？走心的一群孩子，能再使点劲儿吗？哎，孩子们状态不对啊！这相当于这。孩子们，可以狠一点。再来一次。3、2、1，是来负责美的吗？有请。这次完全气势不一样了啊！我们注意啊，看这里脸冒青光，表情都有变化。哎呦！啊！哎呦！好，等等，小朋友，等等。哦，天哪，回头。OK， 谢谢各位小朋友，谢谢，再见。王老师，你快看看这。王老师，刚刚打我的都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小朋友，你得罪吗？王老师，你看这边。哎，我感觉今天这一集太棒了，让我们又回到童年时代。我们今天变得好幼稚。非常好。通过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可以获得现在同样用电脑、用高科技获得的快乐。真的，而且我觉得我回去就要跟我老婆玩，我就蒙上眼睛让我击鼓。谁跟谁传呢？自己左手和右手传。传自己。谢谢静鹏。其实刚才静鹏给我们带来的游戏也好，虽然静鹏不是60后。但是又带领我们现场，其实也没有真正60后，我们来感受60年代的游戏，60年代小朋友他们当年喜欢玩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不同年代的朋友可以相互了解，对吧？
那言归正传，那今天是我们六一特别节目，来到我们现场还是要有100秒的才艺表演。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表演？今天带来的是《大闹天宫》里面的一段。哇，很期待。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哇，眼神给力。请转身。请登台。黄金100秒，计时开始。挑战成功，金光闪闪亮，让把掌声送给孙庆鹏，送给我们的美猴王，非常棒的表演。哇，怎么样，四位看完之后什么感受？其实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是想特别感谢栏目组能够在六一儿童节特别节目这一天安排这样一个戏曲节目，因为现在咱们倡导中国传统文化进校园嘛。哎呦，看过之后觉得哇，美猴王原来那么帅，原来那么好，他们也会爱上戏曲。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戏曲讲究的是唱念做打，没有10年，根本就不可能在舞台上完整的展现。我觉得你们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团体，给你们鼓掌。绚丽的舞台上面，真的让戏曲，让传统戏曲更加的时尚，更加的有活力，特别特别棒。你们在完成了一种全新的这种创新的这种尝试，特别好，跟你们点赞。嘉明哥，我说到这儿，我就有句话，就是你看平时咱们经常会说什么文化自信呀、啊、什么这样的话，觉得好像这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是当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舞台上呈现的时候，你真的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那种敬佩感。没错，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来看一下这100秒钟，我们现场的200位观众评审有多少人被征服。来，请看大屏幕。132位，哎，
个什么样的才能配上我们美猴王？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像紧箍咒，我就送给你。希望你和你的搭档们继续加油，谢谢你们，加油，加油。